公文。好，今天那个房子要设置大厅的啊，我今天跟你出去一般是想说，我给你看一个情况，建筑物做的是什么事情，而且他建筑物的，然后对，就是要把一个这个消防项的地址了解了啊，了解了啊，他这边干什么啊？邱姓女子误信网络上诈骗广告，自今年八月起陆续汇款或面交给诈骗集团，损失新台币220万元，而向警方报案。就在邱女报案之后，诈骗集团仍继续传讯息给邱女，表示只要再缴交130万元违约金，就可将之前的本金以及获利共400余万元一次提领。在与歹徒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之后，由本所员警、桥窗、超商店员以及清洁工作人员在现场埋伏。25岁的林姓犯嫌出现取款后，被警方当场逮捕，并查扣手机2只、伪造的理财专员证件1张，以及130万元的收据1张。讯后，林嫌依诈欺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。